好，大家好，现在让我们又来到五百字说华语第十六课啊，请大家注意听老师读啊，然后跟着老师一起念咯。第十六课，到哪里去买？甲，我们应该准备一些话具。乙，纸、墨、砚都已经有了。甲，应该再买几株毛笔。乙，到哪里买呢？甲，文具店、百货公司都有卖，有的书店也卖。乙，今天下午我们一起上街去买。甲，好的，我想顺便也买一些别的东西。 OK， 阿尼康人呢？刘尼麦动康纳甲乙麦动俺哦。 OK， 当在方了哦。第十六课，到哪里去买？我们应该准备一些话具。纸墨砚都已经有了，应该再买几株毛笔。到哪里买呢？文具店、百货公司都有卖。今天下午我们一起上街去买。好的，我想顺便也买一些别的东西。 OK， 都跟当在按了，然后放了按瑞瑞哦，小弟哥。